让我是 BB 最近，感谢各位，大家爱喜欢爱上哥们的大家，我们收视率得了一直都很好，那这个当然是要感谢大家的。然后新的一年到了，跟家人朋友一起好好过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楚河，那很感谢各位对爱上哥们的支持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爱上哥们，因为我们还有两集，所以可以陪伴大家过年的时候呢，也请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万雅妍，谢谢大家对爱上哥们的支持，那过年期间呢，因为特别节目的关系，所以没有播爱上哥们，相信大家很多人一定很失望，但是没有关系呢，接下来还有两集会积极更加的精彩，所以呢过年大家好好过年，专心过年，过完年之后请大家继续支持爱上哥们，耶、yeah.